哥哥，你帮我这个翻译一下。初次小杨哥非得让徒弟闽南语带货，结果徒弟当面一顿骂，小杨哥一句也没听懂，最后无奈竟然求助同为福建人的陈赫帮忙。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翻译一下。昨天的陈赫主页卖了70000的，我就无比好，我卖个几万单，我看我是照样能够给你卖。我跟你讲哦，你看根本就听无，无可能。哎，目睭吼拿拖糖的，迄嘴吼啊一个大开他不死。哎呦，感觉家己真牛真厉害。哦，今日这起稿吼，有影吼是帮伊啦，对啦，就是因为我啦，因为我去帮伊啦，因为我真牛逼啦。今日热只头长哦，啊热个那脚床的，我感觉家己真帅仔，真好看。唔知在想什么？哦，你看目睭搁看。看看你要套他，你目睭哪青眉，你要看是不是啊？哦，你看是不是不要看了？你看穿个那什么西装衫哦，够贵够歪看，啊，常常穿那西装衫。听一下。哥哥，你帮我这个翻译一下，这个我徒弟在直播间说这个，他那是用闽南语，他们厦门说这个，你帮我翻译一下，你听一下他说的啥，具体是啥，你能给我说一下吗？我听一下是不是在夸我呀？他们说赫哥能听懂。这个好像是可能听不太懂。听说世界上最酸的糖，我表情5000块。对，这酸的怕什么的？小杨哥直播间挑战我表情吃世界上最酸的糖，谁赢了可以拿到5000，猜猜结局怎样 ？Ready go！ 那有表情不行啊？哎啊！我的妈，可好酸呐！来，小黄，有那么酸吗？你看看。小黄厉害呀！呀呀呀！来，乔妹，果然，还行，哎，别忍不住，看看给你看看什么叫神，看什么什么是神啊！咦、哎！你玩的玩不了哥啊！我的意志力很强。说。耶，这么猛！小白龙。一样都没忍住，他妈的！哎呦，一样都忍不住，哥们，我给你坚持20秒，这摔吧，怕什么的？我已经打动我的心。就在今晚，大洋夫妇和巧嘴组合在小杨哥和小黄黄面前疯狂秀恩爱，小杨哥看不下去了，安排小白龙陪大徒弟跳舞，没想到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小王可是我大徒弟啊，不能让我这个大徒弟。我已经打动我的心。哥哥，你看这感情，你看小白龙多开心，你看看。这感情还多开心！我跟你说，小白龙今天有史最开心的。小白龙把你当偶像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你小白龙要哭了，感动的哭了，被他师傅感动，被他哥感动哭了。在小黄他的眼里，他不喜欢贵的。但过两天不你生日吗？在我心里贵，贵就不好看。笑不活了，我们可爱的黄董又在背地里吐槽小杨哥穿搭，不过这回差点让他崩溃了。说话和放屁一样，平时是给他点面子，平时啊，真的，真先把真写对。啊对，大小杨哥是我旗下的两位主播兄弟，小杨哥的品味很差，穿的衣服贵的要死。不垃圾的，我贵就丑是吧？对。那过两天不你生日吗？你师傅已经提前一个星期把你的礼物买好了，所以我现在觉得把这个礼物还是退回去，因为我买了一个你不喜欢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在我心里贵，贵就不好看。就是你师傅这买装备都舍不得，我就给你买了个包，打开看看。哇哇，没有，我不是很激动啊。不喜欢吧？你肯定不喜欢呀、啊。
我觉得喜欢吧？看款式，我觉得有的时候看款式。你这看款式，这玩意这么贵，你能喜欢吗？你看，那先试试吧。哪知道你不喜欢那种贵不拉几的？哎，不喜欢，我妈的，几个 W 啊这玩意？几个 W？ 我来帮你退，大师傅的礼物，这个更难的，他的这个要提前订。你最不喜欢的一个牌子叫巴黎世家。我觉得这包可以给师娘，师傅。师娘也给你准备好了，我也要退。你师娘买的好像也是巴黎世家，我跟她讲。不用吧。媳妇儿，刚才小黄说她不喜欢那种贵的。行行行，那我看能不能退吧。我媳妇还说买个那个链子，这个叫巴布，哎也对吧？认错，他认啥错呀，兄弟们？是我喜欢，多善良的一个女孩子，就是怕我们买的对，她不喜欢的东西。我这东西我不喜欢，我也讲喜欢，就是为了给我个面子。就叫站住，兄弟们，这面子不用他给。我喜欢，是不是？我真的很喜欢，我就想要这个，我就要这个，就这个定了吧，不用退了，省得又麻烦，是不是？吊牌不能掉了，吊牌掉了就换不了了啊！哦，这吊牌掉换不了了。哎，这吊牌这样真好了嘛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吊牌掉的是换不掉的，老妹儿，不行，这样吧，你给你，我给你姐吧，你喜欢吗？你喜欢。哎，扣扣，你脚多大的？我跟他一样。哎，你说你买给他，你这个但是你生日礼物你还是有的，这给你。要不媳妇换上这吧？你看，谢谢师傅。喜欢的都快流泪了，人家要哭了。哎呀，喜欢粉粉色是吧？这有这有，你瞅瞅，给兄弟看，三叉还要粉色，你嫂子买的新款，刚出来的。退了，没事，我有这。这个行吗？这个便宜，这个可以，这个你先拿着啊，你要不喜欢你就给你姐。而且这次是我涂过的，我涂过你也涂过，啊，我们就是，嗯，干嘛？你这样我清白怎么办？啊！大成，你哭了，你真吹我嘴里了，我跟你说。涂吗？可以啊，肯定可以啊。可以，那我给你涂啊。不用涂啊。好，用嘴涂起。有什么涂？那我给你涂了。啊，你点一下嘴唇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想用我嘴给你涂是吧？没有这个意思，没有这个意思。你嘴巴，你干嘛这样？我知道我很有魅力，但是我希望你把心定下来，好不好？好好。好好看，好 man 呐、啊！说这话你没良心。而且这次是我涂过的，我涂过你也涂过。啊，我们就，你干嘛？你这样我清白怎么办？你这样我的清白怎么办？我怎么跟粉丝交代？